因为我们在 cosplay 跟你玩游戏哦。枪击，把枪拿出来。农历年节特别高啊，银行也是邮局以及运钞车，上届容易变成歹徒下手抢劫的目标。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拍一支有防抢劫、微博以及公检的演练影片，要来提醒民众。而且伫个台中国家公园来开记者会，我们伫市长嘛亲自到场来观看，并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。那我们知道东防快开始了，就是因应重大节庆，时间就是春节期间。那我们不仅要做好防疫，也要做好防灾，更要做好打击暴力犯罪的一个准备。那我们希望说要保障市民朋友们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假期。这以上三者，防灾、防暴以及防疫都是最重要的。那在警察方面，警察同仁非常辛苦，平常除了在防疫工作要作为执法的先锋，配合卫生局、环保局的同仁之外，那在刑事侦防方面也都必须要冲第一线。那今天要展现他们训练的成果。这个由刑事警察大队主导的演练影片，全部拢是当年一手包办，规七月到剪接，结合实地演练，连女警察嘛无计较形象，扮演摇椅木偶，剧情轻松趣味。王弟嘛讲，影片创意十足，对着警察局的各项科技、侦查犯罪设备以及攻坚围捕的能力表示肯定，并希望透过影片，让有防抢劫的意识，让民众来了解，让市民朋友会使安心过一个好年。